要不就先这样。望洋黄草还差一点点就能再升最后一格血，再来个黄草。整理了半天，包包扩容了一下，卖了点宝藏，然后把宝藏的石头镶嵌了一下。这啥来着？路易斯的钥匙，哦，还没用到。OK， 咱出发了。这个是怎么个地形？关掉它。啊，然后就可以往这儿走，是吗？那背后那个不知道是宝藏还是啥东西呢，还没拿。啊，对，这好像，哎，原版也有啊，这个地方。这是啥？哎，这是啥？还可以互动的样子。铭文。这好像我不能过去。可以看到，萨德勒，还有那啥卧薪尝胆，翻译的不错，还对仗工整。问题是这个宝藏在哪儿？然后在这个的上层，我看到了呀，是不是在这个？这怎么上去？不对，那应该还在上层吧？不在这一层，那先走吧。你别看到我，大哥。我把它关掉了，他们没反应嘛。那上面还有一个人。他总是要那啥照的，不能关掉了。电棍是不是应该干掉？这边后面过不去。
这是哪一个地方？哎，为什么被发现了？哎呀，自强哥嘛，这不是变猪头了。哇哦，真刺激！Oh my god！ 耶，死了！不行，重来吧。速通这里有意思啊，我好像看到过这个，就你强行冲，然后猪头哥过来找你的时候会被打一梭子。确实，都还是冷兵器，但是猪头哥还是有的。猪头哥是个啥来着？是个弓弩枪，某种意义上也算枪了。那我都没明白到底是谁打的，看见我了。这人是不是戴着头盔啊？他这个防毒面具，他算头盔吗？会不会叮一下？他关掉探照灯了。电！哎，电死了！啊，这个地方不能这样打，不能追过去吗？被谁看见了？啊，这边角落还有人！我靠！Damn it！ 不行！弩手可以枪打掉，哨塔上面还有两个探照灯，这个探照灯要打掉吗？打不掉的。哦，这个探照灯吗？是。哦。哎，这怎么看见我了？
远距离狙，他俩都要打架是吗？这怎么察觉呢？这旁边还有人吗？我操，他都没有到底谁看见我的这种提示。Snake 五代开始，至少能发现是谁看到我了，之前也不行的。动啊！哦，我是把枪把那个探照灯打掉，它进洞了。它为什么不动呢？我如果直接点爆他旁边的油桶会怎样？有紫心石。shit， 这个人怎么上来的？还是想起来，重来，在厕所存档。这拿火把的人，走吗？哦，所以你打掉这个灯的话，就会被那个人看见。所以说，是还是先暗杀比较好。我如果啥都不打，啊，他们都是正常的行动轨迹。你看到没有？刚才那个枪打掉以后，那个光头拿火把他就不动了，就在这儿耗着。那么大把枪露在外面，哈哈，我还是这个不是完全瞎，还是稍微有点点瞎。能不能抢掉这个人？大哥，你看见了吗？啊，他没看见。我想知道那个拿火把的人跑哪去了。我觉得有可能是被那个人看见，但我现在都没有看见那个火把的人跑哪去了。他现在背对我了啊！Stella， 啦啦啦 ，Stella。
Holy shit！ 懂了，确实是被灯照到了。有五个人，确实这次看得很清楚，就是被警报照到了。这时候我们回去把这个灯打掉。这个电棒他听到枪声了，他觉得不太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对劲，是不是？门口弩手可以远距离狙掉这个人吗？不触发警报，直接跑掉会怎样？那个猪头还出来吗？哎，这个关掉有什么意义吗？这它不是关掉，而是直接转一下方向，似乎是意义不大。这个是个宝箱啊。哦，所以说他就是为了让你拿宝箱吗？好，这边那个电棍。啊，这楼上不知道有没有人，大概率是有人的。那直接进来吧。看看那个电棍的行踪。地面巡逻还有两个人，就这个人嘛，后面还有一个拿火把的那个人。好，这个灯是往这边照的，所以说你直接冲路口会被他看见，但只要不冲路口应该就没事儿。嗯，这个楼看上去上不去，也许梯子在后面，不知道。这里面应该有个人，他蹲坑的声音发出来。我操！
这个人是看着那个人的，所以不能锯他，对吧？一定要把上面那个人锯掉了，然后才能干活。死了。我去看一下。Shit! Oh my god! 这个人怎么回事？他上去又下来了。妈的，过分了！不过这次我知道了。我先退出游戏，再存，白玩，但是我已经全部知道了。除非他还有别人，宁大勿小。我知道了，真的知道了。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安杀顺序啊？首先不要去打那个灯。速度杀掉这个人，然后蹲下，不要被电棍看见。我们上楼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这个灯灯。反正每一个设置的灯灯，它总是要动一下，不动的话就体现不出里昂的作用。为什么要设置这个机关？其实我怀疑这个电棍他看不见我，但是保险起见还是稍微这个不要太激进。灯可以拿弩箭的，我没带。哎，等一下，照到我的时候把它打掉就可以了。这里可以锯掉的弩手，可以吗？有点远。等他过来，干掉这个人，再锯那个。没事儿。这怎么想的？我操，这搞不懂啊！这怎么想？是我出的那一刀响了吗？是因为我出了那一刀所以响了？预判了这个挥刀。不是灯啊，是灯吗？我被照到了。有吗？卧槽，还有这种事？哎，错一个。哦，会。
那个啥的时候，还是被听到了，还是得把那个人干掉，我觉得，不然还是会被听到的。妈的，这个电棍真的是。哎，电棍来了，大哥，你该转身了。动一下，动一下。我操，这人卡了。哥们，你咋了你？他觉得我觉得身后有点凉。跟想的不太一样，但是也杀掉了。在楼上打灯是一个不好的选择。手慢了点。手慢了点。不用等，直接可以过来。哦，我知道怎么打了，可以骗他一下。啊，我又知道了，就是要打完以后，那个电棍就来了，他上楼看看什么情况，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刚才我是下楼不太熟悉这个，不太熟悉这个地形。等那个也转过来，不要着急。哎，完蛋！嘿嘿，你又发现我了。过来看吗？啊，对，过来看。亏了几发手枪子弹就是。他应该看一眼又下来了吧？就跟刚才那个傻逼一样。哎，他不下来。
刚才是他站着楼梯，我不能上去，然后我一上去呢，他又下来了，也不知道为啥。耶，啊，哎，你怎么往这儿下来了？也不是不行，那下次知道了。猪头放出来多一颗宝石虽然好，但是你如果把它其他人都杀光，光跟他单挑，那岂不是更好？这里是不是可以把那个人去掉了？然后把这个灯打掉。掉两发步枪子弹，哎操！哎，不对啊，大哥，你怎么回事？你听见了是吗？哦，那第一次听啊，第一次好像也听见了。第一次也听见了，但是他第一次过来看的时候就最后一个人了，所以不怕，没有成就，只是自己喜欢这么玩而已。刚才不是火板的，刚才是这个电棍的，他只要稍微听到一点他就会过来看。那既然他可以从那边跳下去，我也可以从那边跳下去，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从这个楼梯井跳下去呢？从外面再绕一下不好吗？哎呀操，慢了一点点，给灯给他转过去吧。既然如此，把那个灯也打掉。犹豫来犹豫去，啊，是可以的，可以的。去掉弩手，然后楼上那个人也可能听见，然后下来。楼上那个人，差一点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解法。这不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划了到屁股。
这次动作挺快。看，嗯，谁他妈跟着我上来了？这是谁？来了没有？他不来，还是得来吧。不按套路出牌，等他跳下来太慢了。差不多了。来来来了。咦？都已经杀掉了呀。经常直播呀，很稀奇吧？不知道，发生了随机事件。你要动作够快，就可以每次都能触发一样的情况。这样比较快。我那个灯按了吧，应该按过了。
谁看见我的？这是谁看见我的？为什么？那是远处的弓弩手。什么时候打 S 加？打完这个，再打完那个，再打完那个，就可以打 S 加了。火拼男，我看他转身了我才走的。顶多就是那个弓手可能看见我。楼下那个火拼男，我看他转身我才动手。这人过来，还挺警觉，我再打一下。哎，他怎么不动了？操，厉害了呀！这小子不动。明天出佣兵，我不知道，好像是4月7号。算这边不行，废了，这家伙不动，不配合。对啊，是7号出。转。你卡吗？嗯？你卡吗？网吗？卡住了。俺该下载。他妈的，我全卡住了，红了已经。他妈。那我等会儿吧。我那你直播的时候，我从来不上传下载，我都等着。他妈，刚才干啥去？卡了一点。现在应该好了。那九老师下载东西，对，我知道刚才卡了，大家重新刷新一下应该就好了。散弹子弹，他怎么又不动？别老不动。是，他老是不按套路出牌，听到声音就要去看，不看的话不是好嘉宾。上次在这儿也被看见一次，
说探照灯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吧，探照灯照不到我面前来着。这次楼上探照灯没打，他是不是这个灯照到我也算了？好像照不到我。你看这个火把栏转过去了，倒塌。还得打这个灯，也许可以不用打，你就卡在这里，没有头绪。灯还是早点打，要不就在这儿把它打掉，俩灯都打掉。看情况，那个人他电棍过不过来，不过来我就俩都打掉。开枪打弓弩手，每次我都被发现。是吗？排除其他所有干扰。狙击叫浪费狙击子弹的呀，你真的不心疼吗？这次有点慢了，等他下来吧。这边他是下不来的，所以他只能从那边下来。下来了吧？我操！乐死我了，回马枪。不拿弩了，拿了啥就是啥，小枪也是可以打的。弩太占地方了，一般不拿出来，除非有什么特殊需求。啥？他个回马枪？搞得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尾随他上去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被他看见了，小子！远处你打开枪的话，会被这个火把哥看到、听到，应该是。然后他又不走了，就一直看着这个路口。除非你是特别远的地方，我特别远的地方没试过，但是就是在这个 checkpoint 以后。你再打灯的话，就会远处那火把哥他们不走了，他就盯着那地方看，谁开枪？
完蛋了，灯都没打掉这次。Damn it！ 那你傻逼猫，怎么这样？也，他确实是这样。吃得像个猪。这游戏怎么没有飞刀这种东西？强烈要求生化六加入飞刀。开始了是吧？开始了。他在找脚印，我看看脚印是去哪儿的。哎，去这儿的。去你妈！嗯，那是原版，现在魏峰不在了。好，这儿安全了。电棍小哥真厉害，这次我决定离远点，把那个弓弩给去掉，省得到时候夜长梦多。找一个非常猥琐的位置，别晃。讹啥？好，就剩一个火把哥了。我操！然后把这个关掉是吗？哦，这个是可以关掉的，它非常智能啊。挡路的那些它都是关不掉，不是不挡路那些都是可以关掉的，不挡路那些它只能转个向。没人啊，终于过这个地方。
它还是开着的，但是照着地面了，是吧？原来如此。那应该怎么回去啊？原路返回，这被封死了。宝藏拿了啊！兜圈子，确实这样走，大圈子，别一开门那个猪头还是出来了。你切了场景是不是敌人就不追过来了？好，终于存档了。电棍男好厉害！重新加载一下，不受伤。这个怎么爆虫了？它是必爆的吗？它怎么 AE star 了？固定的是吗？真硬，干了！怎么固定爆冲啊？背摔和背后捅脖子不会爆冲？对啊，那不就得那啥了吗？就得弄倒他先。好家伙，这直接看见！去死吧你！这个地方我好像有点印象，非常复杂的一个地图。厉害了你！六草，第二红宝石。这个地方的人那么凶，上来就强制发现，发现完了又爆虫又啥啥的，多用刀啊，怎么用啊？有三红绿回的居然还没有绿高。
小飞刀留着。这孙子想暗算我。他说啥？怎么感觉别的地方还有人？就你一个打背，打出转身硬直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刚好的情况又打出转身硬直，我只有那个弓弩可以打出来，弓弩一打就出转身硬直，还挺好的。到了他，别动。这么点东西，居然掉散弹了。先看看这边有没有人。看不太见。这好像原本就有这么一个修枪的人吗？再看一会儿手枪子弹。那边楼二楼还有个人。哦，宝石在这一层。小洞里头，他妈感觉四处都有人。我大部分可以暗杀呀。是。有颗黄草 ，very 珍贵的黄草。可以顶满了是吗？这个油桶是啥意思？要炸掉是吗？好像是。能炸吗？这边是不是没人了？还有人吗？炸一下，炸出好多人。反正远处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弓箭手还是什么东西，附近应该都没有人。要把那个人狙掉，这样好像是个火箭筒兵。我操，还有俩盾牌，可以用那啥了。我觉得是个火箭筒，是吗？我感觉好像是，看他扛的这个架势，应该就是。回去了，油灯点着了，火箭筒可以空中打爆，那么强的吗？这是什么游戏？判定做那么好，火箭弹空中打爆，你说的这个我肯定发现不了，因为我可能打不中。哎，就这个宝石，哇，又来一个金山猫，我说啥来着？是不是？刚之前留的那个是有用的吧，这个红色咸猪石，现在差一个皇冠和猫猫都要用，再买一个吧，如果不掉的话商人那儿买一个。我操，那码头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岛也不小。
别断，别爆，大哥，求你，躺好。火箭筒不能弹，弹反可惜了。你在说什么？你们对这个游戏的期待是不是错误？今年不能通关，这才刚上岛呢，早着呢。哎，这样就非常圆满。那两个盾牌应该不在了吧？啊，这边还有弓是吧？哎，掉下去了，开心！哼，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估计是没死吧。那俩就是捡了猫就会过来啊，是。Keep coming。日硬啊！我就知道他爆冲，他等半天就是在等爆冲。我说这人那么硬，原来他是个虫。哦，是这样绕过去的吧？嗯，什么好枪法了？掉钱都挺掉挺大方，现在。哦，从这儿过来的。然后呢？然后又绕回来了，好像懂了这个地方。谢谢 Citizen。好吧，这地方就算过了吧，应该没有烂什么宝物。知道我缺钱，我操！怎么那么大一片 ？This where they keeping Ashley？ 这个火箭筒兵。哈哈哈哈。
可以直接绕过他们的样子，不过还是得打，你没有宝藏。RPG 能利用一下吗？哦，他好像会巡逻过来的，然后等他一会儿不就行了？他们三个人兜兜转，兜兜转，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可以至少暗杀一个，暗杀完了把火箭筒给捅了。有城主和皇冠哦，战神者那里有个红色的方块是吗？来个雷拳端不了，一个雷端不了。别嗯啥嗯啥，再回去。Every time， 每次一个。他们是不是觉得不太对劲？怎么有同伴的尸体？这个人一定要干掉，他那个头是防弹头啊。他怎么往回走了？妈的！看来不会过来。哦，来来了。谁给那啥意？说好的不会爆虫呢？我其实刚才有一瞬间有点犹豫，是不是要干掉那个火箭筒兵，因为我想知道我跟他贴脸他会不会轰我。但是想一下还是打掉算了，夜长梦多。那条小人在哪儿呢？看到你了，十三个，现在是十三张。还有俩宝藏来着，这个门可以开。门里是个啊，门上是个。哦吼，垃圾箱好东西是吗？哪里有垃圾箱？啊，这个地方。哦吼，可以。Nice。Doesn't look like I can get in through here. Need to find another way.
讲完了，一身轻。产一个红色建筑师。Find another way。这猫猫，等一等吧。十万到手，是，十万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中改而已。前面那些改造也要一万一次，一万一次。我操！什么意思啊你这？对啊，所以商人那儿可以买啊。商人那儿不是可以买吗？哎，这个场景我还有点印象。哪有炸弹线？有打字机，但是没有商人。中文会报声音，什么意思？那个是听障人士的一个开关，你可以把它关掉了，就是有些音效它会做成字幕。别说了呀，对啊，你可以关掉了，不是一定要那啥。更衣室里面，衣柜里有没有人？哎，背后这个大哥没听见。电脑真好玩，电脑真好玩。House Hank， 哦，这里按一下那个会触发某种东西，那个打红叉的门就开了，是吗？哎，这是啥？对啊，打电动的游戏真好玩。这里门有没有东西？啊，没有鹦鹉。一开门出来个再生者，我操，五发散弹，他想干什么？真大方。让我觉得行，有点慌。哦，这个地方是通的。那五把散弹是固定的还是？白天也能下载，你直播的时候我从来不下载东西啊，配合一点。今天不是你直播日啊？你说啥？今天不是你的直播日啊？今天怎么不是？我是三四五啊，难道
有时候溜，有时候不溜。总感觉少了点啥，少一个匕首之类的东西，把它填一下。哇哦，哦，这里好像是不是那个扔爆竹的那个门啊？就是你门定期开，一开就扔个爆竹出来，一开就扔个爆竹。你要在那个哥们儿点爆竹，但是门一开没扔出来的时候，把它打爆竹打爆。我记得以前是这样一个场景。挺骚的，哎，别，看啥呢？Ashley，Ashley，别乱喊呢，给他扔把刀，扔刀镖他一下，他行，开枪，开他一枪不就行了吗？打他一枪，打他一枪，他就行了。比如一枪。那个关卡取消了是吗？What a pity！那个关卡挺好玩。又是厉害电棍哥和那个牛头哥。Holy shit！牛头哥那一张一望的让我有点慌。但他好像不会转过来，行吧。操，不是说不会转过来吗？我一去他就转过来，不能对暗室开镜，有吗？哦。给这么长时间，就是，哦，我好像犯错误了，我不应该用这把刀杀他。我重来一下，这样不够转。这边用这把刀杀。用他最后一点点耐久，我为什么留着这把刀？如果用我自己的刀的话，会用超多耐久。啊，你看，你要是用这把刀的话，刚好断掉。哎，不亏吧？这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你们说，这个牛头会掉超多耐久，按上它。牛头人还在思考本子剧情哦，是啊，牛头人在思考本，怎么什么玩意儿？我如果不管碍事，直接走会怎样？啊，要精打细算，这个游戏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需要一个。哦，需要一个钥匙灰，需要一个钥匙卡。Need a key card。而且是不是要三个？他为什么画了三个这个符号？牛头人监禁 Ashley。哎呀，可惜了，不能开镜，这没镜。往这儿走。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Ashley 过去的。过不去，也没路了，哪儿能走？这儿能回去？不能回去。
Holy shit！ 我都错过了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哎，不是这个地方。哎，那是那个地方。这每一个door都见不了。嗯，某个开关是这个吗？高压线，我要让它烧掉是吗？路在楼上，这提示不是很明显。其实李阳可以爬那个啥上去，这是楼梯，可以上吗？不是，不是这个楼梯，还有哪个楼梯？硬核专家难度差别大吗？嗯，不是特别大，但是专家难度欲望会高很多。伤害的话应该专家高一点。这个有请玩过的同学，哎，哦，我还以为啥呢，结果是火药粉，这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没路了。哎，有梯子，我不知道，更难出硬值。对呀，普通难度其实已经挺难出硬值了。哦，我看到这个楼梯了，他妈的瞎！这他妈伪装色，我去！他这个楼梯他不够黄，再黄一点就好了。这个伪装色伪装的有点好。嗯，我来回走了好几遍我都没看见这个地方，我以为就是个钢柱子，原来它还是个梯子。我他妈的，哎，拘留室，这是，哦，是个洞。别起来！哎，妈的！伤害挺高。哎，我去，这么猥琐的小柜子里还藏钱，过分了。这个石盒子弹不拿先搜刮这个，这样他有可能会给我掉子弹。这个石盒反正他跑不了，但是我只要没拿在身上，他就算我手身上的子弹就20多发。不要着急，附近的箱子都砸一砸，再来拿这个子弹。我的刀快没耐久了，我去！是讲究人的，咱们要手提箱不弄得好看一点，怎么打怪？
钱钱。哎，这钻过去啊，作为一个特工翻过去应该很简单吧，行吧，这再往前走会触发剧情吧，会吗？应该不会吧。哎，最后还是没成功骗到子弹。回去把那石法捡了吧，没劲。记得带弩箭雷，我没带，怎么办？还来得及吗？步枪子弹都没怎么掉过，没有热感很难打。哦，这是一楼的，没事儿。还有一个冰箱里有个火人，那个人去哪儿了？是这个吗？不是这个，他不会是我现在过去他不吓我，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吓我一下。这个小窄道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哦，给了一个手雷耶，厉害了，可以不触发，但橡皮人掉宝石，什么宝石？现在怎么这样？没有红外热感仪，他也给我刷橡皮人，讲话吗？这不好吧？咦，这是老鼠。哎呀，妈的，老鼠骗我你！你怎么被烫死？烤羊哥还在，老鼠吸引注意。红色方块石啊啊啊！知道了，那不得炸它？准备好。商人，哎，这黑路易卖了他，这个鸡会下蛋吗？商人他怎么在这种地方开商店？是不是有点臭啊？这怎么这样？哎，亏死了。Oh my god！ 可以用麦林墙上更新吗？不更新。耶！吼吼吼吼！是，这味儿太大了。上面你有没有那个？Interest you in? I'll buy Uma. A deal well struck. 黑鲈鱼。Not bad. 对呀，还养鸡，那么养鸡不是挺好吗？我现在有鸡了，红壳鸡蛋。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 What you see is what I've got.修理。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You've that the care it deserves. 哎，我也八万了，钱挺多，你别说。培养手下有四五个再生者，如果不想打，都打哈，只打一个。为什么那么多 ？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 这个鱼带100%回血啊，我好像是有这个100%回血的东西了，有没有？鲈鱼的翻倍。好像没换出来，换出来了，还差一个，币没换出来。内部有钳子那个，这不应该是那啥的吗？这不应该是在什么冷藏室什么弄个拿个红外成像仪？对啊，还在一周呢，这把改完了。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这把是可以升满的，我的钱是应该够的。Anything else? Don't get yourself killed now. 炸弹人，精英任务还要回去的。好，存个档，今天先到这儿了，下播了。鲈鱼哈，那个没有摇出来，我知道它在哪个槽里，但是我当时想了想，反正也不吃鲈鱼，所以就没有摇出来。Welcome。嗯，看红蓝绿卖多少？红蓝绿卖10,000一个。I'll buy almost anything。嗯，那个三倍的话就是20,000。等这个吃完以后就可以卖了，就可以开始卖了。到现在还没抽到艾什利。今晚要更新吗？不知道啊。更新肯定会自动更新的嘛。弓弩枪拿出来了。Welcome. 蝴蝶。弓弩枪。Knife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三级吧。Try that on for size. 蝴蝶真贵。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 We're starting to get an idea of your tastes, friend. Will that be? 我在想，其实该高级改造权可以给蝴蝶来着。Anytime. 准心收缩。扩散真是能贴脸打空。
把这个拿出来，到时候炸它一下，等把四个炸弹剑用弩箭雷用完了以后，再给它放回去供起来。晚安。